跟不会做饭的老婆冷战的第39天。有人。这娘们可不想好人呐。你这个是什么？鱼子酱啊。鱼子酱，你知道鱼子酱多贵吗？你自己家里面什么条件不知道？这能有多贵啊？才2000八。才2000八。哎，要不这样，你是这两个，我给你放下，我吃了。有人。吃鱼子酱要有仪式感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哎，还少一点东西。真好吃。哎呦我的妈！是吧？是吧？冷战的第40天。是你的老干妈，老干妈嘞。外卖点了不少啊。看上去很好吃。看什么看？吃饭。有人。
别动了啊。嗯，真香，别动了。不许动我的啊！想吃自己去买。吃你的饭。别重了唱啊。哎呦我的妈。哇，真香！哎呀，一看就不错。嗯，味道真不错。接下来跟着酱多吃吃，给他加点料。啊！有人嗯，这豆很爽。别动了，吃你的，别看我的。吃你自己也不香吗？别想动我了。
自己吃自己的。别动了啊！哎呦我的妈！老是他说的东西，有人。